要睇就要睇最好。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，两支班霸今周面对二线球队，誓要全取三分，保持争标优势。星期六深夜，率先有萨拉戈萨对马拉加，紧接巴塞对毕尔包，尾场就有西维尔对特内里费。至于星期日晚，华伦对奥沙辛拿，到咗深夜，桑塔特对皇马，压轴就有马体会对拉科。世界级足球，世界级明星，锁定 Now Sports。